可爱，对。天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往事，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舞王，来。哎，六岁哎，哎，这照片在哪里？我都没有这个，真的没有吗？对，我真没有啊。不是我，哎，这是你吗？你现在辨认一下。是我，但是我。不是你那是在跳舞吗？对啊。你六岁就开始在这种疯狂的在进入到舞王的疯狂，在舞王的准备阶段，反正那时候就很放音乐之后就瞎跳，因为我的舅舅呢会跳一些霹雳舞，就教我一点点。我那时候就在床上呢就这样跳，就这样跳。他自己说了，对，霹雳舞，要不要看？你跟你说了，霹雳舞劈一下来，不是，哎，现在就是 show time。哎呀！